解说不了专业声音，有些猥琐，我节操你要调整你呢。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漏斗明星大赏》视频解说，这是来自于希腊5666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美帝炮 M40 啊，地图是新马尔斯多夫标准模式，我们在下面顺点位。我操，希腊五妈的，我觉得这个 ID 解释起来这个很有深意啊，把我吓着了，我不敢再解读下去了。啊，我感觉很奇怪，我很害怕。啊？刚才那个雨哦，已创建小队，他跟人组队了。这现在是在游戏内就可以，就可以组了啊，比较方便了。我靠！妈的，上来你就上了切糕弹，你要干嘛？居然上了切糕弹，呀，南哥，完了，你危险了！哇，妈的，八级火炮呀，南哥，你惨了！啊，他不动了，不动了，他要开火了啊！敌人完蛋了！妈的，这是很疼的呀！南哥这样真是热狗了。他觉得那边威胁被他看见，但这边打不到，你还是看那边吧。啊，对，或者你往外面走一点，不然全给挡住了，打不到。这边不太好弄啊，啊，这山上倒是可以的。你没干呀？啊，等缩圈，等缩圈，我操，给他一个惊喜！哇、哦，呀呀呀，这个圈，这个脸喷大圈，快缩好了啊，快缩好了！打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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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啊！漂亮！靠，妈的，他就爽死了，啊，就爽的一逼了。绝对爽的一逼啊！等下一颗上好，那这样山上的围基本上算是解了。你要？干嘛嘛？你还跑？好，四零 T 可能打不过他，需要他帮忙。操！他怕把四零 T 箭射死。好，那，因为他血量确实太低了，箭射一下就真的死掉了。现在不好说呀，8:8，这用怎么办？好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哦，巴克兰他觉得打不到，你看，刚好挡住了。你调整一下位置吧。
他肯定不会上的，我跟你讲，他要上就直接把他点了，他就过来了。你现在赶紧调整位置，不然来不及。像他自己也很危险了。哎，快瞄快瞄，干嘛啊？那他意思是想赶紧回救了，肯定知道进家了呀，这个。四运过来，他慌的一逼。四运的威力以及机动性对于他来讲，他都觉得很怕。什么直接选择不回头往前面拱？看到了科威四。允许射击。这。科威斯也慌的一逼，我操，一火炮啊，也没电，把这么大圈就干掉了。哎，后面那个四运要找你谈人生了，我跟你讲。我操，妈的，是这个东西啊，我以为什么东西炸了，你吓着我了。我靠，这神洛灵体，这死灵体妈那么少血线还能活到现在啊，妈的也是个高手啊。把自己当 TD 用了，那边应该挡得住吧？你先看好，你先看好，你先瞄好再说。他崩了，你再转头还来得及。对，就是这样瞄。好，那边已经挡住了。这不得不说，这个切视角的插件在这种时候还是很有用的。好，开启 TD 模式干了你！妈的，全程切高弹报复社会。啊哈！这。黄了，妈的！你们为什么急着去死嘛？他现在怕被亮啊，亮了之后，那个虎皮炮就要干他。哎，你来啊！好，我操！666就跟你的名字一样啊！好了，直接去他家找他了。这妈的虎皮炮比你机动弱多了，你找着他干就对了。耶，不，这个你肯定不能冲呀！这是要干嘛？诶，我怎么闻到果味儿？什么东西糊了？那我家狗也没糊呀，它虽然在那个电暖炉旁边。那可能邻居家里面在烤什么东西吧。那我等会儿要去把抽风机打开，把风给抽出去。
我老鹰捉小鸡，我给你绕。哎，你绕个屁啊！你就把炮口指着他就够了。有种你先出来嘛，对不对嘛？这肯定也看到他了呀！哎，不要开火啊！我跟你讲。哎，对，队友给他听了，别急。你要急，等会儿就日了狗了。他调转头的速度并不快，我跟你讲。啊，这好了呀，干他啊！那最后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时候，可以通过 QQ 向来联系到 QQ 向是76785582@QQ.com，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